好，欢迎来到董事长开讲哦。今天我们有一个稍微有久违已久的来宾，就是徐小新徐议员啊，全台湾最能干、最美丽、最聪明的台北市议员，好不好？我再讲一下啊。大家好。然后今天晚上呢，小新要来大爆料，大爆料他一直这个协，请大家协寻的遗失的久不见的，叫做段宜康段老大。那段老大的这个种种的这种伟大事迹啊，今天会有开始又有非常细节的哈，非常然后骇人听闻的这个内容啊，会在我们后半段的哈，这个半个小时当中40分钟会把它全部讲，要分两段把它讲完。然后另外一个介绍我们的宜兰的帅哥哈，我们的这个长得跟段老大有点像，不是比林炳书帅，头发比他多啊。林炳书帅多是哎，我要想高嘉宇，你看看什么叫帅哥，这才叫帅哥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我们的李伟华博士是真正的帅哥，林炳书哪里算帅啊？真是笑死人了，你知道吧？但是林炳书不管怎么讲，今天他也是台湾的苦主啦，因为林炳书现在的情况很惨。我认为啊，林炳书在这个总统大选结束以前，他都不可能放出来了啊！我先预告一下，林炳书在总统2024年的总统大选投票当天，大概在大概1月520不知道 anyhow，林炳书会暗出不无来。天日，他所以的这个判人刑。到底是家暴犯还是政治犯？他叫做综合，他叫做综合性犯罪，对，综合性犯罪。好，我们现在第一段哈，现在讲还是先讲一下疫情啊，就是台湾不关心疫情啊，还是不行了啊。疫情先来讲一下，疫情我们标题叫做苏贞昌和吴秀梅批准的黑心快筛。我认为啊，台湾的疫情啊有很多很多问题啊，但最可恶这两天最可恶的就是苏贞昌跟吴秀梅这两个家伙啊，实在是啊。贪污没关系，贪污不可怕，你知道吧？贪污啊，你还吃人假狼假告稿，这才可怕，你知道？可恶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这个，我跟你讲，这些人都有小孩，都有子孙，包括吴秀梅是个好的学者，干了这种烂事情。好，我们现在看我，但是我先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案例哈，还有今天的这个有一个今天确诊案例，大家看起来是5万多病例了啊，死亡个案172，大概就是还是我们平均值范围内。这是目前今天的情况，但是好像今天还是这个，好像这个指挥中心还是变成剩下一个那个罗什么？罗毅军，罗毅军一个人独挑大梁、好像小朋友坐在，他也不小，但是感觉起来比较 UK， 好像小朋友，然后很孤单一个人坐在那边。所以大家证明说，指挥中心其实只要有一个罗毅军就可以了，其实不见得需要这个我们陈时中这个。但是礼拜一很重要，就是说陈时中他已经要出关了嘛，他应该要站在前线回答富勒快筛的问题。不要再因为确诊的关系躲起来了，好不好？出来回答看看，这个到底整个食药署这个过程有没有人该负责任？陈时中的看法是什么？我觉得他礼拜一就必须要正面对决，回答这个快筛的问题啊。好，我先介绍一段了哈，我觉得非常经典的一个新加坡的第一大报《联合早报》的一个。联合早报今天对台湾的整个疫情的一个总结的一个评估了啊，它的标题叫做啊，模范生，我们曾经是模范生，搭解封末班车啊，我们是现在我们要马上解封了嘛啊，台湾带伤追赶世界，这个我觉得很经典，精准，带凶啊，台湾这你现在一天到晚吹牛，台湾模式超前部署，然后模全世界模范生，现在你在确定啊，你是从模范生开始啊，然后最后是带伤追赶世界，然后它的里面的内文啊，大家有机会可以上网去看一下，这个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写得非常好，它的驻台记者啊非常用心的写了一个有非常。经典的一篇好文章，然后他讲的意思在哪里呢？我念一段给大家听了哈，这是关键话了哈。他说，染疫死亡数偏高的可能因素是什么？染疫死亡会比较偏高。他的认为是说，就医障碍与儿童疫苗迟买，这个再讲清楚。会死那么多人的理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去看病有很多障碍，它让我们看病很多困难 ，PCR 啊，搞东搞西，大家一直看不到病，就死了很多人。然后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儿童疫苗迟买，
因为去年十月份就出儿童疫苗，到了今年疫情爆发才开始买，四月份就知道爆发疫情开始买，所以我们这个外国媒体从远距客观来看台湾，这个不要谈什么今天要谈什么什么美啊，什么什么共匪啊，一个中国都不要谈，就是非常精准的。他说就医障碍与儿童疫苗迟买，害死台湾人。那这个台湾这现在害死人，现在被一票人全部归州，全部确诊，你知道吧？那我们还是关心他的健康，希望他快点好起来。是，但是这可恶的最可恶最可恶的事情呢，就是我现在要讲的，就苏贞昌跟吴秀梅这个事情太可恶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先把这一段啊，先做个介绍一下。那回到刚刚那个媒体的画面，那个苏贞昌的那个啊。林淑芬，你知道吧？民进党的良心。林淑芬点名啊，食药署长为黑心疫苗要下台。苏贞昌怎么讲呢？应该追究不法伤人哦。哦，苏贞昌马上进来袒护，这个袒护，我想了一件什么事情？我们有说不要追究不法伤人吗？没，我们没有人讲这个。我们没有人这样讲啊。不是这个问题，他只讲这个事情，就是告诉你，这就是叫做正面表列。正面表列就是说你不应该，他没有讲出来的这个这个引语啊，后半段的话，就是要查不法伤人而已嘛。对，哎，查别的不法伤人为止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我在讲这句话的，我要讲了，台北市有个市议员。是苗博雅，苗什么的？苗博雅把公务员抓到议会去，因为他写的这个 PTT， 然后去练他的 PTT， 练完像小学生一样，说要让他发挥言论自由。对，然后最后还要最后结果叫呵呵呵，他还要呵呵呵三声，这是公务员哦。哦，那苏贞昌看到这公务员被苗博雅羞辱的时候，苏贞昌有没有替公务员讲话？当然，更糟糕的是柯文哲市长的反应非常缓慢，都一样是绿色的，这苗博雅是绿色的侧翼嘛？对，苗博雅是绿色的市议员，羞辱公务员的时候不遗余力，羞辱到人家根本连做人都不能做的程度，那是台大土木系的硕士，然后苏贞昌。袒护这个违法的署长的时候，叫做不能追，不能谈，要去追究不法伤人。我们来看看这个，好，他当苏贞昌表态以后，这个署长怎么表态？这更可恶的来了，你看见没有？长官挺他了，他马上表态，不是应该谴责违法厂商吗？哎，有人在收听的呢。我觉得这超不要脸的，因为别人挺你也就算了，这是别人挺你嘛，你自己也讲得这么正，讲得出口，你自己也讲得出口，那就是脸皮太厚。所以经典就在后面了，我们经典就是林淑芬讲话了。林淑芬怎么讲，你知道吧？林淑芬讲的话，我念给大家听了。林淑芬说啊，这林淑芬傻眼，你最没资格讲这句话。林淑芬怎么骂他？我念给大家听啊。全世界你吃案，就是你吴秀梅吃案伤害国人健康的吴秀梅，你最没资格讲这句话。好，这个好话。林淑芬今天的定论，把这个事情定性，怎么样定性？就是你食药署署长吴秀梅是一个留学的大博士，你是大学教授，高等知识分子，士大夫之无耻，称之为国耻，就是你吴秀梅这种人。然后他的定位叫什么？吴秀梅吃案。我现在大家听清楚啊，是什么？这个事情我非常火大。为什么？这个事情哦，就是你在羞辱我们的智慧，你知道吗？把全国老百姓当白痴，你搞了一个快筛来，结果连线都搞不出来。然后假快筛，完全假快筛。好，我现在验不出来就没确诊呢。然后我现在把这个背景先讲到这边为止，有小心在补充更精彩的。那坑我们多少钱？今天看小心怎么解释这一段。好，我要先讲一下所谓的吃案，我们把吃案这件事解释的更清楚一点。这就是食药署吃案在案扛资讯，为什么呢？最早这个崔绍仁，我们应该感谢崔绍仁，知道有问题，不畏强权，努力的希望把这件事情告诉大家。他在什么时候就向食药署发出警告？最早是5月10号哦。打电话给食药署，跟他说快筛试剂有问题。然后呢，5月13号担心说只有电话不够，需要资料嘛，对不对？他就把所有的资料整理好之后给了食药署。
哦，所以食药署最早5月13号就知道，可是呢，他等来等去没有下文，在看电视上好像也都没有他去报的这个新闻出来说这个快筛有问题，结果呢，他的朋友告诉他说，哎，上次你说有问题的那个快筛，我发现国防部竟然现在还在采购。所以呢，他就去联络国防部的军医局，告诉他说你们采购的是有问题的，提资料给他，军医局一验发现确实有问题，直接送检掉。我们今天才知道这件事情。好，那我要问大家哦，各地方县市政府买了很多富乐快筛，他们什么时候买的？大多都是在5月18到5月23。像高雄市政府他什么时候买的？5月17，晚于食药署知道的5月10号。最早5月10号就知道了，高雄市政府花了9500万买5月17号买的，台北市政府买10万剂950万，我们什么时候买的？我们5月18号买，5月23到货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在5月23号之前把这个讯息告诉大家，就不会买，就不会买到了嘛。高雄市政府，你只要在5月17、18号之前告诉他，他还会白花9500万吗？再来，这家厂商的资本额包括他的子公司加起来总共 total 800万，你说9500万他怎么赔？你说台北市政府950万怎么赔？受害者地方政府就包含了台北、新竹、台中、高雄四个县市，还有很多一定是所谓的企业去采购的，骗了这么多钱。好，再跟大家讲，台北市政府这个部分我去调查，在5天之前哦，已经发文给对方说我们要退款退货。6月20号如果没有让我们，礼拜一哦，没有让我们退款退货，就要进行法律诉讼。那我要问食药署，这么多人因为你的审查出问题而受害，你要不要国赔？你要不要代表大家求偿？这些事情现在食药署全部都推给检调哦，说去问检调，现在侦查不公开，我们不能回答。我刚刚的问题跟检调有什么关系？你就是应该要正面的来回答这些问题。我们请你帮我们审核 EUA， 帮我们看家，你放小偷进来，我们当然谴责小偷，要抓小偷，但我同时也谴责帮我们雇门的人没有做好工作，有什么不对？所以我认为就是这一次吴秀梅跟苏章真的太离谱了。哎，有多少人他买到拿到的是都没有，都是阴性，生病不知道为什么延误就医时间，没有线。这件事情啊，我认为最荒谬的是什么？你知道，因为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内容，因为我没有，我家里没有快筛，我也不知道快筛什么样子的哈。我是用那个郭台铭的那个机器嘛，啊，做 PCR， 所以他们说快，我原来认为哈，说这个快筛买到的人呢，啊，测出来都是阳性，是，所以这个都是阴性，阴性，所以这个还是好的。这个不是说测出来是没有线，他根本测不能测，根本完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假货，而且是没有功能的假货。你这种东西被食药署拿到了特许证，然后进到台湾来，然后食药署告诉我们说跟他没关系。你知道我火大在这里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他今天哦，因为大陆有很多骗子很厉害，他给你骗的每一个测出来都是阴性，对哦，大家看得很爽啊，这个我拼命买啊，我拼命买阴性的，对不对？买得很爽，这个不是哎，欸，这个是测不出来，没反应，嗯，no reaction， 它不是一个快筛，嗯，你知道吗？我花钱，食药署给我的特许证，结果我花钱买到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名字叫快筛，实际上它不是快筛，嗯，这是我火在这里，你知道吗？就骗假完，然后骗去换呢，照样卖你一个95块，在台湾全台湾去赚取这个暴利，对，而且帮忙他们去送，就帮忙这些公司送审的邵伯。这个哦，现在网友这边讲说劣质品，你讲错了，不是劣质品，它是个伪冒品，嗯，它是个垃圾，然后根本就不是快筛，它当快筛卖。是在混这个这个事情混在这个地方，是而更混蛋的就是说，这个吴秀梅本身啊，她居然敢跟你讲说，你去找厂商，不要找我。然后刚刚有人在讲说，吴秀梅的弟弟的太太是罗美玲，罗美玲是谁啊？立法委员罗美玲是谁啊？民进党的不分区立法委员，我不知道这个人，欸，这个人是谁啊？就是立委啊，现任哪个派系的？蔡英文吧。我不太确定民进党的派系啊。那有什么稀奇？嗯，他有什么力量？
我不晓得，但是吴秀梅跟陈时中算是陈时中的左右手，他的子弟兵，他们的关系一直都很好，不是现在他当了署长之后才是这样。那我要讲哦，吴秀梅他讲这话真的他完全没资格讲。我们先不讲说前面我讲说你的审核的责任，我要讲第二个是你五月十三号就知道了，拖到检调调查，你那个时候讲还来得及，知情不报，暗扛资讯，算不算是很可恶的一件事？吃案嘛，说他吃案没有错嘛，吃案知情不报，暗扛资讯，让大家买错，这算不算他的责任？再来。邵博士哈，就是帮大兴资讯去申请 EUA 的邵博士。哎，这个啊，这个我先等一下打个岔，因为我昨天讲错了，说邵博士是学牙医的，不是的，他是学化工，然后他专门在做牙材生意，所以他跟很多牙医界很熟。这个有网友昨天在留言的时候，我有看，我昨天有讲错，这边特别抱歉，因为我有时候讲太快了，有资讯不完整，今天做个修正，好不好？好，刚好讲到邵博士嘛，邵博士他。接受媒体访问的说法是，他们在呈报资讯资料要填资料给食药署审核 EUA 的时候，上面就写说这款富乐快筛是中国大陆制造，美国核准 EUA 通过，所以来源是哪里？就是中国大陆制造的。然后呢，这批货他从香港运进来的时候，上面写美国制，你食药署你还认为这是一个合乎你原先核发 EUA 的内容吗？完全不是这样子嘛，所以你根本就已经变成富乐的门神，暗扛资讯，这是草菅人命。谁是富乐门神？吴秀梅啊，食药署啊。吴秀梅，我现在这样，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哈，因为我曾经是康宁医院的执行长啊。我对医界算是蛮熟的哈，医药界其实台湾的这个 FDA 食药署，和我们的医务有关单位哈，在陈时中担任署长之前，其实管得非常好，在国际上的声望很高，食药署的署长本身的程度非常好，但在台湾要当食药署署长是很困难的事情，然后要在台湾进一个药拿到药证是非常困难的事情，所以我们把关非常严格，我把关非常严格，我现在在今天为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好，很让我哭笑不得的原因在哪里你知道吗？他居然是会批准一个完全不存在的一个产品，你知道我意思没有？然后皮肉那么一大堆，那怎么在我们的食药署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？我们的公务员非常强的，那一定是有长官交代嘛。你刚刚讲的门神啊，但是我不认为像吴秀梅这种公务员会去干门神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认为另有其人？后面有人嘛？后面有人嘛？因为他刚好这个什么博士，邵博士，他是卖牙材的嘛？对，卖牙材的人，那我就想到牙医嘛。他自己另外一家公司的产品就是跟牙齿护理相关。对对对对，那牙医的，因为这个东西啊，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这次的合作里面，让我不由得想到上次有另外一家200万的小吃店那家嘛，高登小吃店。小吃店，他也搞了一个东西，后来他放弃，对不对？对，他就后来就没有进来。那听说他后面的，他后面有一个人，就是有一个牙医出身的立法委员的办公室顾问嘛，对不对？那个人叫柯建明嘛。柯建明。所以我想到牙医，我想到，牙医，我第一个想的就是说，我不相信吴秀梅贪污。我这样讲，我们的公务员没那么差。干到署长应该没有问题的，他不是这种人，一切哈有评价的，他嚣张，他态度恶劣啊、他没他这个最犯错不认错啊，那个死鸭嘴硬，道德感很差。很低级，我们都可以骂他，但是我不相信他们这个级别的会要有更有权力的人，他是有权力这样的事情。但是这后面刚好，因为陈时中不是这个医疗体系出来的，他是牙医，然后这个邵博士是卖牙材的，那后面是谁？我想说，哎呀，有台湾原来有个牙医帮，牙医所以我认为说有民进党的高层介入这个事情，才会干的这么烂到极点的事情。这个民进党也很让我知道，但是不至于烂到去卖一个这种搞死人的东西，因为这个是害死人的。因为这个快筛，不过它有个好处哦，它这个快筛有个好处，你知道吧？它根本不能验，这还好。如果是验出来了，结果阳性。变成阴性，这个是搞死人。但他这个快筛哦，就是完全验不出来，
啊，连一根线都没有。所以这个伪冒的这个程度啊，匪夷所思啊，你知道吧？那当然这里面最差劲的就是这个院长跟这个署长嘛。那你们要好端端的干事情，被我们在这边骂，你家里面有老公有小孩，会有面子吗？读那么多书，你会觉得有尊严吗？还在那边嘴硬吗？所以林淑珍讲的对嘛，你吃案嘛，你就要出来道歉嘛，公务员像公务员的样子嘛，有点格调嘛，太没有格调了，好不好？